我是 Chris Young 杨景雄，来自 CY Academy Group。 那么我们公司呢是从事房地产金融教育的，我们公司的使命呢就是要让投资理财更加的轻松，帮助更多人早日达到财务自由，过上理想生活。我是Joanne， 我本身呢是就读金融投资，我透过朋友了解到了 Chris Young， 从中也发现了他们的业务非常的全面，也让我对他们的公司产生了兴趣。是 Kate， 很感谢 Chris 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去接触这家媒体的相关的工作。首先我对我公司的这一个职位有兴趣，也就是 Business Strategist， 然后我在这个岗位呢能够学到不一样的东西，也就是帮整个公司 improve 里面的 system。 同时间我也很喜欢我的公司，是因为我公司拥有巨大的那个发展的潜能。在我还没有认识 Chris 老师之前呢，我看过他的企业，因为公司的文化、团队的文化跟教育的文化，那么呢使得我们的公司呢可以更好更迅速的发展。为什么我会选择加入这间公司呢？在这间公司让我看见了真正的凝聚力。什么是凝聚力？凝聚力最主要就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员工还有核心都融入在一起。我参加这个 talent 选秀的目的呢，其实主要是希望寻找到跟我们一样志同道合一样频率的人呢，把我们的公司呢带到更快的发展，同一时间呢为社会创造更加多的一个价值。不是每个公司的老板都可以像 Chris 老师一样那么的乐于让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，而踊跃地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，在公司的策略和发展方案方面。 Chris 他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，就好像平时我们工作我们遇到不明白的东西，我们去问他，不管他多忙都好，他都会抽时间去解释给我们听。在我心里，我老板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因为他能够帮助公司的上上下下，甚至包括我们的 investors 解决他们的很多问题。在我心里呢，我认为 Chris 老师呢是一个三星导师，有爱心、细心、关心。与其是说他是我的老板，倒不如说 Chris 你是我的战友。在我心里，我的老板是一个善良、有野心，并且分析力极强的一位企业家，他绝对可以为我将来带来极大的这个富裕。每一个我们公司的团队呢，都应该被我们当成是自己人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大家才能齐心一致，他日我们才能一起去共赢未来。因为我相信金融、教育和科技是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，而我们的老板在这个领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，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将会是公司以后可以走得更长远。因为我老板他拥有一双很敏锐的鹰眼，然后能够协助我们去完成我们人生中的目标还有公司的目标。那么呢 Chris 老师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，那么呢你今天只要你有机会，他一定会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面。我相信我老板他肯定可以给我所想要的将来，在这个企业里面我相信我绝对可以走到非常非常的远。今日齐心一致，他日共赢未来。